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请问谁的脚最甜？谁的脚最甜？小甜甜啊？因为有一个女孩叫甜甜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其实我有喜欢的人。我开玩笑的啦。你好，吉藏。你点的是一壶贵妃荔枝红茶，还加一份蛋糕吗？这样总共987元。我忘了带钱包。苏颖，刚好帮我处理一下这份文件。你要害怕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是演什么像什么的苏盈苏瑞，喜欢我的作品就追踪我的 IG、YouTube 频道，还有我的脸书粉丝页，拜拜。